熬死了熬死了，终于完了。好啦，唱晚安歌曲了，晚安歌曲了。沈杰杰，这是必须唱的，这个是没有算到，就是说，哎，这最后一首啊，最后两首，这是没有算入其中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每下播之前都必须要唱的，你们知道的吧？我没有拖哦，木有拖延。外卖到，我没有点外卖。谢谢大家，每次上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大家总能准时的出现。谢谢阿顿哥，谢谢点和平的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还有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手机的话点主播，然后有一个关注黄色的框框就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，下次呢就能收到开播提醒了。电脑呢就是直播间右上角也有一个橙色的框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然后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，我每次开播之前会发新浪微博的，然后提醒大家来看我直播。还可以关注我的抖音短视频哦，抖音输入冯提莫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晚安，好睡，好梦哦。